天灯南风炮，中部就来文德宫来看我们的灯牌哦。这会使讲有195年的历史，嘛是咱登记做无形的文化资产。咱的土地公碑啊，甲别个无同款，咱是挂官帽的这个土地公碑，所以来拜土地公，身体会健康，拜土地老爷会好业。咱这官帽的土地公碑啊，佮保庇你在步步高升哈。那伫只感谢咱的这个乡长啦，咱的文化局啦，咱的这个文德公拢非常用心哦。即届呢，唔啊，干那赢灯牌的活动，把我们过去的传统继续传承下来。今年特别甲咱在地，包括砖窑文化，包括鱼苗厂，包括我们的茉莉花相关的产业，帮它结合起来，做成一个我们的轻旅行，希望能够带动更多的游客进来到花坛，让我们花坛的经济能够更加的绽放哈。而且感谢公社文化局甲咱的这个文德宫的这个用心，啊，祝福大家新年快乐，平安顺心，土地公伯啊，保庇大家步步高升，心想事成，哇哇哇！到2月5号这三天哦，那文德宫有配合地方，我们一起在做我们的这个赢灯牌这个活动，欢迎大家再来共襄盛举。是啊，这个文德宫呢，这个庙埕头前足出名哦，那大家哦，都不要错过了，在当天都来花坛文德宫白沙跟银灯牌呢，这个来到花坛文德宫是你最好的选择，发财机，那一年只有一次的机会，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把握。那错过的话，真的要再等一年哦。而且呢，这个元宵的这个晚会，堪称是我们的这个彰化帅派。都举起来，来，3、2、1，灯牌高举，前赴四期，万户顺利，彰化花坛鸿福大展，国泰民安，掌声鼓励。好，有请贵宾。好，看前面摄影师，看着右边的摄影师，请看左边的摄影师。彰化赞，花坛赞。好，请站定格，小朋友请到我们的这边来入镜。好，看着前面，再一次好不好？来，我说彰化，你们喊个赞哦，彰化县赞。文德